大家好，我是丹丹。影片开始前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明天就是金门2023马拉松，2月11号、2月12号。然后明天是跑5K，我已经收到我的衣服跟号码布，是5公里的部分。接下来我要开箱2月12，我要跑42K 的物资咯，跟我一起看起来。一件粉红色的衣服，药，关节药。接下来。广告口罩、号码布、高粱肥皂、全马的衣服、号码布。这次马拉松了，我本来想说要练习，结果12月的时候我确诊了，导致很惨。第一天，我的声音就变这样子了，这样子，啊，好痛哦。2月11、2月12号，我们跑步上见咯，欢迎南米男旅店入住，找小红管家，然后记得要帮丹丹妹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我是丹丹，今天是2023年马拉松的第一天，我们来到了福建省政府，今天要跑五公里，2月11号，然后跟我一起跑起来吧。我的摄影设备，现在现场有13000人，我们就跟13000人一起跑起来吧。1.5公里，才20分钟，天啊，根本跑不了啊！超爆多人，大型快走现场，后面都是人。我们现在要去建功屿跟延平郡王池，大约在2公里的位置。2.6公里，现在来到了后丰港。这边现在跑起来了，加油！3公里到了 7-11， 4公里了，3公里的时候大家开始跑起来了，赞哦！4.8公里，快抵达终点了。后面2公里，大家还开始一直跑。跑比较快。5公里完成，现在要来领东西喽。到了耶！5公里跑完了，耗时50分钟。好。明天要全马了，加油！我是丹丹，希望你们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全马见。